更加底层啊，这个底层的东西就触及到这个文化和文明的这东西，触及到这个中共编撰的这段虚假的历史，它就是为统治所用。这些戳破了很多脆弱的小心，因为啊，他从小接受的这种不敢啊，他是比较这方面的文化课学习第一，用这个东西经常去忽悠别人，太深入，他可以用这个东西建立起的一套东西去忽悠别人的，那咱把它戳破，所以啊，让很多脆弱的小心灵啊。包括从习主席开始啊，就已经受不了了。包括一些有些所谓的反共的啊，也是受不了这个。记住啊，这不是什么种族歧视，这不是自我否定。任何事情，你必须得知道本来面目，你才可以真正架构未来。真正你要从哪里发力，这才关键。否则，你又是一个就跟个驴拉磨呀，又回到原点。中国在辛亥革命，哪怕辛亥革命之前，中国人就在思考，是吧？辛亥革命之前说什么要搞制宪大会，制宪大会在之前甲午战争啊，日本都打不过中国人在，国人啊，那还就中国这个概念，当时是梁启超率先提出的。是吧？国人其实就是亲人，亲人也没什么公民的概念，说白就是清朝朝廷的奴才。然后再往前，什么鸦片战争？这鸦片战争这四个字的概念是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。就我们现在听录的是节目的，年纪大的八九十刚出来的十几岁，你谁经历过鸦片战争？没有。1840那都是书本上写的。如果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的不是叫鸦片战争啊，在英国那就叫啥？中英贸易战争。南京条约写的内容是什么？没要你老百姓卖肝卖肾，没要你老百姓把自己的权利让出来，写。的每一个都是对着当时的朝廷去的，就是清政府的朝廷，跟老百姓没半毛钱关系。他的税收是找他所有的赔钱是清政府，不是老百姓。清政府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，用这个所谓的就是慈禧厉害的地方就是转威转嫁，因为他具备这个转嫁能力。到后面哪怕八国联军、义和团运动、英法联军，这所有的都是对着朝廷去的。但是有很多说白了就是被朝廷洗脑。你再回到现在，不是一样一个逻辑吗？美国对的是谁？西方自由世界对的是习共，不是对的中国老百姓。他如何把这个转嫁成中国老百姓的，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朝廷他要做的事情。如何做？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忽悠呗，洗脑呗。他要构建一套理论，让你自觉的以为这样对着是你去的，他对着就是习共去的，很简单。但是这就是争夺之战，在美国，中共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美国的民意。那在美国他已经失败，那现在就是中共国，那就是中共的民意。中共的民意在他要绑架，因为没有这些炮灰，没有这些肉盾、铜墙铁壁，没有这些韭菜，他就分分钟结束，他这个朝廷就结束了。所以他一定要绑架韭菜。由于时代的进步。他在井冈山那是打土豪分田地，这么野蛮的口号一出来，一堆人流氓地痞就上跟着他了。他现在不可能用这种流氓如此野蛮的东西，他要包装。由于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任何信息挡不住，这个世界的主流就是滚滚车轮，你是挡不住啥？就是自由、人权、法治、平等、民主，这些是挡不住的。人对自就是这个自由这两个字，一旦知道了，会越来越多的明白。越是精英，越是有钱人，越需要自由，这就是挡不住。挡不住的时候，他就得有一套东西来让这些人继续为他服务，继续自动的帮他赚钱，给他做炮灰，给他站台，给他做肉盾。这就是越戳就越戳到了底层。就是反共反的是啥？你既要反现在的面上的中共，也要反未来的中共。你既要反叫中共这个名字的现在的中共，也要反未来不叫中共名字的未来的中共。它是一种什么？就是一种列宁式组织，就是组织形态。那我们再讨论一点，为啥中华大地就会出这样的组织形态？为啥欧洲它这个土壤就长不出罂粟，长不出？这我们之前说过，橘生南为橘，橘生北为枳。为啥1949年国民党把日本人二战赢了结出的两个果子，那都是列宁式组织，只个一个捆绑的是所谓的有钱人、资产阶级、地主阶级，另外一帮捆绑的是无产阶级，只不过啊，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人多更邪恶的中共赢了而已。为啥它就会长出这？那就是土壤的原因。土壤是来自于哪里？土壤是来自于历史，它来自于文化，来自于啥？说白了，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、你这个村，来自于你喝的水，来自于你看的第一口喝的奶，因为还来自于啥？你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圈子。我太了解了。来自于你见的餐桌上每一个人，因为中国嘛，这餐桌是主阵地啊。中国不像美国，美国是哪里主阵地？健身房，美国是酒吧文化，中国是卡拉 OK 厅、夜总会加餐桌，是不是这逻辑吗？所以你不戳到这个底层，不让国人真正的去思考这些，我跟你说，你迟早又成为别人的韭菜，又别成为别人的炮灰，只不过换个名字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但是很多人由于他第一口吃的奶就是那个奶，所以自我否定、自我优化有的是很难的。美国，你看他这基督文化，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宽恕，它不是宽容啊，记住，它是宽恕。法律上接受制裁，但我内心宽恕你，它是一个这样的文化。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，但是人人接受，这叫宽恕。更重要的是啊，就是从心里头和过去切割，它是一个啥概念？其
实就不断的探索未来的感觉。那以前有本书什么《穷爸爸富爸爸》，说那个人以前穷得很，后来哎，他不断的，就美国的66号公路，它就是一个探索，它就是一个啥，开拓之路、创新之路，它找的是未来。过去是啥？过去要的是真相，真相是啥？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前行。就比如说我们去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，咱们就说吧，有一个金矿或者是有个宝藏，咱们去探索，你肯定需要找过去的人走的这条路的经验，收集各种资讯。但你收集都是假的，那你100%你在这路上一定会摔倒，一定会被人灭了，死定了，知道不？为啥？因为你过去的资讯都是假的，你未来走的路一定是歪路。这就是你过去的资讯决定了未来你走什么样的路，选择什么样的路。中共他就把过去的资讯全部给你歪曲了，让你最后选择的路还是所谓的统一之路、大一统之路，所谓的习共最后还是共产党这条路。他就是要把过去全部给你歪曲，因为中国的过去，你看很多人说过去有什么组成，那想想有什么组成？第一就是资讯嘛，资讯包括文字的、视频的，现在啊有各种视频的、影视的、电视的、音乐的资讯。第二，口口相传，你家人的、你父母的、你爷爷祖辈的，然后你自己的亲自的感受、感觉、感受啊，这个橘子酸还是不酸，你自己去感觉、体会，然后还有书本上的、上学、上课，这些所有的，你对过去形成了一个概念，形成一个印象，形成一种印记，到最后有的是拔不掉的。还有一点，美国它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它有一个法庭形成了一个真实的过去的文件，你去看啊，任何人你要知道200年前美国的生态，你就把200年前当年的所有的诉讼你全部看完，你就知道哦，当事人是怎么样想，当事人的陪审团是怎么想的、怎么考虑的，当时的社会生态是怎么样，很容易出来了。第二，报纸它由于是言论自由的报纸，所以你就知道哦，当时的这个《纽约时报》是这样写的，当时的《华尔街日报》哦还没有呢，当时的啊媒体风向是怎么样，你真实的时候实际上就对当今的现今的人他会产生一些有益的作用，就是正义的效果，不会产生邪恶的效果。中共啥都编，明白不？什么手撕小鬼子、刀劈小鬼子、裤裆藏雷，反正能咋编咋编，这就是中共的政治生态。这种能忽悠但是没有生命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最终观众也不会去说啥，那最大的编的就是习，谁都不敢说，等于说中共是啥。哎，很多人说中国不也有人，你看很多以下什么什么也在点这些东西，我告诉你他点的目的是啥，编假故事的权利给他收起来，也是集中统一了，只有习猪头认可的才你才可以去编，他可不是故意说这个人不行啊，不是说这个影视剧不行，而是说你编的没经过习猪头的认同，这就是所谓的言论审查、内容审核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这就是你现代的人，你现在接收的资讯它是由过去的一点点组合起来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轨迹。同样你今天做的就是你的子孙后代未来要看的东西，你今天做的，如果你的未来子孙还是延续那条线继续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子孙后代未来一定，你现在可能还有这个机会，未来你子孙后代一点机会都没有，更加没机会。它是一个这样的逻辑。神风武士，但是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毒品香烟对身体有害，为什么人们还在继续吸毒抽烟？因为上瘾，因为爽了那一把，失去理性，无法自己戒掉。中国几千年的这个权力的毒药要戒掉，靠自己，就像吸毒人靠自己戒，困难，要美国的帮助，但是最重要还是靠中国人自己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靠中国人自己。首先啊，就是你现在你明明在吸毒，你都不知道是吸毒，你把吸毒当饭吃，以为这是有营养的，那是很恐怖，这是第一步，你都没意识到这一点。中共的所有给你都是毒物，思想上的毒、意识上的毒、什么文化上的毒，你还把它当作引以自豪的，这是关键。先得有这个认知，在这个认知之上，当自然就是你这个土地上不天天长罂粟的时候，那你就开始种别的。人只有自己去体会，才可以慢慢的真正的自我成长去。真正的自我成长啊，不是说读书你的成长，或者你看影视剧看出来成长。真正的自我成长只有自己去经历。一样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那都得要自己去经历。那这个经历它是必然，那你总得从零开始去经历，你总得有第一步的这个转变。你不可能说哦，又得重新经历，那算了，别那个了，我就天天吸毒得了。就吸毒的人到一定时候，为啥他帮你们？他觉得转变太难，那干脆吸得了，一直下去。他是没有，绝对是一个地狱。中共的现在习共搞的就是往地狱里走。有的人啊觉得啊这挺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未来一定是。很多人我才不关注未来。对呀，所以这里头对于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又讲到了信仰，是吧？这就是很关键。啊，昨天我们做个节目专门说像 NBA 不是夺总冠军，拿那个戒指是他的目的，所以很多人就搞不明白。哎，为了夺总冠军，你可以不择手段。他要的是总冠军，包括这些人成为什么富豪赚钱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总冠军只是一个这个过程。哎，最终大家看啊，有个这奖杯啊，真正是啥？这整个过程，大家根据规则不断的开发出自己的人类的本潜能，然后再不断的完善规则，然后大家共同来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产业，是要引导那些同样爱好篮球的人去引导走向正确的路、正确的思维，而不是去你像 NBA 也来黑人为主。NBA 挽救了多少黑人的这些人？那如果没有篮球这个出路，他的自我的天才可能就变成了贩毒、凶杀。就是你得创造出不同的为社会、这个社会的这些去解决他成长的一个系统，你得不断的创造。说白了 ，NBA 就是为黑人去解决、创造，包括美国很多，也包括白人了这些。你的这方面有天赋的人，因为这方面有天赋，不可能天天人人都挤得去当兵啊，人人去上战场，也不可能人人去搞艺术啊。因为你篮球厉害的人不一定在政坛厉害，不可能大家天天挤着去
当官了。就在这方面有特点的人，哎，我给你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，让你去获得成功。就人从一个普通人到成功，一个这样的环境，一个这样的氛围，一个这样的土壤，你就不会去做伤害他人的事，就不会变成野蛮，不会变成暴力。哎，就让从小在贫民窟里长大的人告诉你，哦，有一条这样的路，你只要那个，你也可以像科比一样，像詹姆斯一样，你从贫民窟出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 old money 这个概念。中共是啥？所有的就斩断，只有一条路，跟着习这个猪头走，当官搞权力，否则你做的任何都没有意义。